一群年轻人在102里面决定抛弃一切，创造一部属于东方人的超级英雄故事。他们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，他们是如何去创造的，如何去激发他们的一些构想，甚至整个故事的结构是怎么样去构成的？我相信农民姐会往前走，释放出他们的能量。农民姐这三个字就是好作品的代表。无穷无尽的想象力，有如浩瀚的宇宙，视觉效果非常精彩。将来你们看到的《龙鳞诀》，一定是碰撞激发后独一无二的热血漫画。这一次就是一个全新的挑战，以前都是自己独立作业，很少会有就是帮别人写的剧本，画出他的故事跟所有设定这样。创作过程中其实尝试了很多以前从来没有尝试过的，特别注重在武打戏的方面，或者是比较精彩的少年漫画的那种热血的部分，然后对我来讲还算是蛮新奇的体验。经过多重的讨论及修改，在场景上也花费了非常多的心思，找了非常多的资料，所以场景部分都是由我们漫画助手这边自由发挥这样。其实出版的故事跟最后的故事是差还蛮多，但是经过一番的磨合以后啊，后来我们在武打跟那个细腻的剧情上面找到了共通点。但是这是大家激荡出来的火花，非常精彩。这是我们集结了优秀的组员。我觉得团队合作对于就是一个人的成长来说是一个很可贵的经验。我们大部分都是来自各个领域，所以说其实大家都是靠意志力在做创作这样。非常爱我的组员。龙鳞诀是一部我们大家呕心沥血所创作出来的作品。你将来看到的龙鳞诀，一定是创作团队经过碰撞激发出来的超级绝作。相信它一定是未来之星。有冒险，有亲情，有武术，有特效，这种媲美耗资千万的巨作，你现在不看，那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？绝对推荐这一部《龙鳞诀》。